大家好，今天用南瓜跟三个鸡蛋来分享一个很好吃的做法。南瓜先给它去皮，切成薄片。装入盘中，给它搁水上锅蒸熟。大约15分钟之后，我们的南瓜就蒸熟了。给它倒在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盆里，然后再用勺子给它压碎。压好之后，给它凉至常温。我们取100克的南瓜泥出来，然后加入3个蛋黄。再加入15克的牛奶，25克的玉米油，给它搅打均匀。然后再深入85克的低筋面粉，再给它搅拌均匀，搅拌成这样细腻无颗粒浓稠的酸奶状态就可以了。给它放在一旁备用。3个蛋清装在无油无水的盆里，分次加入30克的白糖，用电动打蛋器给它打发。打到蛋白有明显的纹路，还有这种小尖角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先放1/3的蛋白到蛋黄糊里面，给它翻拌均匀。像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再给它倒在蛋白里面，再用同样的手法给它翻拌均匀，拌到这样，直到蛋白霜看不见了，像这个程度就可以了。准备一点这样的小模具，底部给它垫上一层硅油纸，再把我们拌好的蛋糕糊给它舀进去，舀到8分满就可以了。最后用牙签给它画一下，可以画出大气泡，顺便可以把它整平整。再撒点黑芝麻，最后再用锡纸给它盖上，防止水蒸气流进去。水开以后，把蛋糕糊放进去，中火大约蒸12分钟。时间到了以后，直接关火打开。出锅以后，给它撕掉锡纸，倒搁在烤架上面，给它晾凉，让这不烫手的时候，轻轻给它松动四周。最后再把底部的油脂给它撕掉。我们的南瓜蒸小蛋糕就做好了。用这个方法做的蛋糕特别的柔软，
特别的湿润，吃着也不会上火。加了南瓜，营养丰富，做法呢也特别的简单，特别适合用来当做早餐，老人和孩子都喜欢吃，喜欢的话也赶紧试试吧。